很常见的现象，如果出现观察情况，便不要紧张。假在人均年期内，不会被别人拿走。它会被转移到机器另一个角落，相当于已经暂时保管了。出现观察情况，主要由于下列几个原因。这也是大多数人遇到的观察原因，并不是持续发生故障，只会导致无形卡被吞，这个情况比较少发生。那么我们怎么去被吞的无形卡？一个方法，当你的无形卡被吞后，一定要马上走开。再到你最开始的提醒卡，当然